武侠剧中在武功巅峰的六大高手战力排名 Top 六，宫九。岳龙轩，易水寒。宝剑又回到了我的手里，我就是神，我就是天理。辟魔剑的法门就是麒麟辟魔柱。Top 三，零落石。上官云。
是厉害。上。是天。我们的元神回家。